们干啥去？俺去找谁啊？我要去。你去哪的？找谁？哎，一个牛。老子牛会产牛奶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小姚，今天俺老爷给俺老姚去浇水，咱们快去看看。你不会浇水，我让他给你灌，灌不够现在。你让他给灌，灌他的鱼。啊，我要给你灌他，你带着我去。出发。这啥那凉呀嘞？你啥那凉呀嘞？我要浇。这要有水不妥嘞，不叫浇是不就妥嘞？哎，那你不是你不是你那点水。在郊外啊！哎，就别外观了。哎呦，你啥弄的？你的手不管带着谁，你忘了吗？忘了，这个水太凉了。这个水是凉。这是哪来的水？地下的水吗？井的水呀。啊。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，就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，我根本不就得了？为自己那开心过了吗？哎，钱钱，好帅哈！嗯，喝甜水喝多，那不好。今天中午吃饺子。好久没有吃麦水饺，感觉还挺好吃。吃不完晚上再吃。你还要你还买三袋还够吃的不够吃的，你知道呗？嗯。再接着再加个青菜，这个青菜，嗯、你知道吧？这才两袋了。这还有一大票，这还吃完。那我吃不完。嗯，全都吃。感觉买的饺子没有自己家包的饺子好吃。你洗洗这样的，你别给叫老娘放里头了。我要吃个汉堡。这个汉堡是10块钱两个，好吃吗？老爷，好吃。你留着。那个酱是酸的，嗯，那个酱是就是带点酸味，酸带甜味，你好吃吧？嗯。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